好，我们先送小英玉佩。应该选第一个吧。所以现在去找那个希诺美。好，我们去找希诺美。如果拿一半的玉佩给别人呢？聪明。我来了。那我们拿那个十全大补就给师傅看会拿到什么东西。没有啊。好吧，那就是送给希诺英的话是剧情是这样。好，我们看下一个。好，我们再来给我们的赵生。相国寺上千，主角要齐人之福啊！哦，好，就这样。好，我们再来送我们的小月。小月，时代，看一下装备。望你平安 ，OK。所以给希诺美，先给希诺美，再给希诺英讲的对话，其实都差不多了。好，就这样。